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？你想要现在表达你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？我想表达是我现在其实特别的激动，然后我特别感谢那些在我低谷的时候一直在后面支持我，然后没有一直在后面默默的为我付出的那些人，我给他们看到了我这三个月所付出的努力。我王天龙回来了。其实在我们来的之前，我8月12号过了一次生日，我许的愿望就是这次能够拿到冠军，拿到金牌。我感谢队友，感谢教练，感谢所有支持我的，谢谢你们。在自己国家有很多支持你们的粉丝，有很多人都在你们背后一直都在鼓励你们，一直都在说你们的好话，一直都在支持你们的，你们现在就想要对他们都说一些什么？感谢所有关注和支持我们的粉丝们，我们带着中国的骄傲，我们也做到了，然后十分感谢国家对我们的支持，还有 KPL 联盟，还有就这三个月真的很不容易，我觉得大家很好，对，其实我想先说的，然后留给教练多说一点，我只想说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一定会再继续努力，然后我们一定也会再继续努力，这只是第一个开始，对，我没有那么多想说的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